在地下室里面看到的东西，杨延东跟任飞都还不知道。卡在我跟真相中间的是那些有权力的人。婉儿，你们抓他回来。他电脑被人拿走了，他的房间全部被翻过了。坐下。那队长，你说清楚啊！我做任何事需要你报备吗？这是谁？啊！这是谁？